家好，我是 Milky。今天我一直看你，老公，你在我前面我就看镜头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Milky。今天我要做，我没做什么。Banana Milky TV。我今天想要做一个咖啡拉花，为什么我要做这个挑战？是因为我看了 Liu TV 的 You 嘛。他在开了一个新频道、做咖啡拉花，我看了好像感觉好像很简单，所以、我也要来挑战一下，做给我的 banana 喝。他每天早上都很喜欢喝咖啡的，所以、我要做给他喝。yeah， 我第一次、不知道看了简单，我不知道能不能成功，所以、看接下去看影片吧。那首先要准备咖啡粉哦，要有牛奶，还有这个我们去Daiso买的，Daiso2块钱新币啦。还要准备这个，要有尖尖的倒牛奶的，还有一个杯哦。准备材料是这样简单。爆炸了。好喝吗？什么味道？咖啡的味道。好啦。还有牛奶的味道。拜拜。鸡饭有鸡饭味。先不拍鸡饭。